我如果你站住，你今天必须把工资给我，我妹妹还等钱上学呢，松开我！我说怎么走哪都能遇见你们啊？没看到吗？刚提辆新车，没钱，赶紧给我滚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把钱给我，我妹妹还等钱上学呢，你要不给我，我哟，你还想打我呀？来，往这儿打，往这儿打，打呀！ 你，我，哥，你不要打人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给你一百个胆子，你也不敢动我。瞧瞧你那个怂样子，你还学着别人过来讨债。我告诉你，就你这个样子，一辈子都是个穷光蛋，八辈子你都翻不了身。我可告诉你，我有的就是钱，就是不给你。哎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我今天不打你，我发你的车。哎，大哥。 你看看你，人也不敢打，车你也不敢砸。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兄弟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你说说你有什么用啊？哥，要不这个钱我们别要了，大不了这个学我不上了。我告诉你，像你们这样的人，赶紧滚回农村去，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吧。像你们这样的人是不配来屯里打工的。 你敢打我，你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天你说的这番话，但凡是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打你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的厂里可有几百号员工，跟我合作的更是不计其数。你今天打我的这一巴掌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一个电话就会让你倾家荡产，上帝都救不了你。那我也告诉你。 这栋大楼都是我的，我又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。这栋大楼里有我几千号员工，我更不会拖欠任何员工一分钱。我走到哪里都是光明磊落的，而且我更不会害怕你这样的无耻小人。你给我等着！站住！你就想这样一走了之？拿我吧你！ 大哥，他欠你多少钱工资啊？他欠我30000多。这些钱你拿着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要不是有你，我这个钱不定哪一辈子才能要上呢。要是要不上这个钱，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。大哥，不用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 错的是像他这样吃人不吐骨头的人，是他这种人污染了整个充满正能量的社会。我告诉你，做老板就是要讲诚信，不要拖欠农民工的工资。打工人的手里是没有多少存款的，他们就是靠着这么一点点的存款来维持着全家的生计。你就好自为之吧。 我告诉你，山不转水还转呢，总有一天你会落在我的手里。小姑娘，你也看到了，你哥哥是怎样为生活所努力的。知识可以改变命运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这样以后才能找一份好的工作，为家里减轻负担。谢谢姐姐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的。谢谢你，好心人。 小兄弟，如果你们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了，都可以来找我。我的公司啊就在楼上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也可以来我的公司上班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老板。好，那我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爸妈，你们在家呢？ 姑娘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了？妈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我婆婆她生病了，连床都下不来，你们能不能给我寄点钱呀？老头子，你快去给姑娘拿点钱。哎哎，快去！姑娘别哭，别哭，我让你爸给你拿钱去了啊！别哭，别哭。
姑娘，爸这里有5000块钱，你先拿着，不够了再和爸说。爸，这也太多了，我就拿1000就行了，这些您拿着。姑娘，你都拿着，给你婆婆看病要紧。谢谢妈，谢谢爸妈。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好好好，马上就到。哎，美女，你的包掉了。我的包怎么会掉呢？哎，我钱呢？肯定是这个乡巴佬拿的。站住！站住！我钱包里的钱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捡起来就给你了。你没拿？那我的钱呢？这鼓鼓囊囊的什么呀？滚，拿过来！这什么呀？你看你装的人模狗样的，你还敢拿我的钱？这真的是我的钱，这是我爸妈给我，让我给我婆婆看病的钱，你给我。起开！你说你的就是你的呀？这真的是我的钱，给我。起开！神经病。你就给我吧，这真是我爸妈给我的钱，给我婆婆看病的钱呀。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，我这包一落地钱就没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，这么巧就遇见了你。一看就是你拿的。呸，乡巴佬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位姑娘好心帮你把包捡起来，你不但不感谢人家，还把人家推倒，还把她的钱抢走了，你还有良心吗？良心啊，我的良心早被狗吃了。你有什么证明这钱是她的呀？我告诉你，不要多管闲事儿。姑娘，你放心吧，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，我会为你作证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谢谢你老板，太谢谢你了。不客气，姑娘，换作是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会袖手旁观的，我会为你作证的。美女，这个钱确实是他的，我亲眼目睹，如果你不把钱还给他，我可就要报警了。还你看到了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钱是他的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们两个必须给我道歉，并且跪着道歉。如果有的话，我就把这钱还给你们，并且3倍的还给你们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看一看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相信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你迟早有一天会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的。你们会支持我吗？